哎，先生你好，今天想看什么车？你们有保时捷吗？哦，有啊，我们后面有一台那个总代理的马看，2019年的白色的。哎呦，很漂亮，很适合你。卖多少钱？250有找。250有找。好，250。等我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你是要打电话？等我一下。干嘛？喂，宝贝。怎样？跟你说，我现在在看一台保时捷。那怎样？要跟我要钱你？对呀、啊，我就差100万呢。100万呢、欸？对呀、啊。好，等一下叫人家给你送过去。好哦，谢谢你。喂，喂，亲爱的，我要买一台保时捷，你先转100万给我。100万？对呀、啊。不要管那么多嘛，你就先转。好啦，我转。嗯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我在宏达国际买保时捷。哎，你怎么没跟我说？跟你说干嘛？你有台车吗？你有钱吗？我怎么还没有钱？你买多少啦？250万。250万，我等下就回去给你。他要带我出去玩哦。好啊，爱你哦，拜拜。一哥上车啊，带你出去玩啊。有。你觉得我今天买的这台车帅吗？车帅。那我嘞？你。干嘛这种什么鸡巴样的滚开啦，我们等一下去泡温泉，去阳明山泡温泉、啊、有妹子吗？就我跟你啊。好，最好我怕你被我打死，你泡温泉就被我打死。靠了靠了啦，我要死掉了啦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好，所以就是三个人他都讲话，它这椅子是最顶规的椅子、欸，它这样看起来是一体式的。GTR 是标配，是那个Recaro那一只，这一个是你要再选上去。我跟你讲，再厉害的是它要选那个真皮包覆的仪表板，这个选可以贵死。它的这些旋钮也是选陶瓷的，它这边还有一个 BMW 标志，就是怕人家不知道你是开 BMW。号称最多 BMW logo 的车款，多两颗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欢迎来到宏达来说车之宏达拍卖场，是的。好、啊，我们今天几台？九台，一样，那个特价一台，一号选手，厉害了，这个 GTR 啊，这次是真正的 R， 对 ，AMG 的 GTR， 新车，1038万起。特别介绍一下它的 GTR 的那个前车头这边会比较宽，它有做一个。只有他的车比较宽，我们之前 GTS 就是插这个下巴，对，就是插在下巴，跟它有多一个这个，哦哟，洞洞，还有这个水箱护罩，我们 GTS 当初的水箱护罩跟这个是不一样的，这个车就没台景可以选，所以说它就只能下赛道，所以说真的太，虽然说它还是做跑车，可是就不像迈拉伦啊、法拉利那样还可以再选一个台景的，对，然后再来是它的这个颜色是。原厂的消光灰、啊、而且它还有贴一个那个负面的漆面玻璃，然后再来看到它的刹车头大标配，这个漆也是只有 GTR 的车才有这个漆面哦。原厂标配就有那个后轮哦，后轮转向，后轮转向，它的铝圈是前19后20，它不是胎底全后配，它连铝圈都全后配，还有自己去改了一个尾翼，而且它这次是全排气管，你有发现它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原本以为是中出而已。你比较喜欢中出的吗？你干嘛？啊，这不是中出，那是什么啦？我喜欢三出。你喜欢三出？只有 GTR 的车型它是三出的排气管，可是其实说真的，你不仔细看，你不知道它是三出。你没有贴这个卡缝耐热的话，其实它很容易就烧到排气管的下巴，就会融掉，啊，不然就掉漆。一样，它是那个碳纤维顶，因为它就是全车轻量化了，所以它很多那种。当初 GTS 碳纤维顶也是要选配的。一样，它有柏林标配的，它这椅子是最顶规的椅子。哎、欸，它这样看起来是一体式的。GTR 是标配，是那个Recaro那一只，这一个是你要再选上去。GTR
GTR 的车型还有多一颗这个黄色的旋钮，九段的循迹控制系统，发动一下。好，发动一下。它一般的那个基本配备也有，帮电啊、木本啊那些都有。中华宾士总代理的 GTR 多这一个翻滚哦，这一组真的开起来真的会差很多，刚性会把它支撑得更好。这一台呢，最终抽到不到600，哎，这样新车路快1200，这样剩对折了嘞。对 ，GT Photo 也是1100多，196代 S 我们卖700上下，所以两台开出去。各有利弊，可以买一对，一台四枚。徐医师，你知道了，好，再找我。好，二号选手。大家好，我是宏达国际新媒，今天跟大家介绍这台2018的 F90，它有20寸的 M 款，黑色主圈，也有 M 卡钳，碳纤维车顶。它这一台也有包吸油皮哦。有，所以说你看到它这个那个原厂的逆半栏很亮，你会觉得折射起来很亮。360环境，然后盲点，摸门解锁，然后它还有个特别的，很特别哦。好了，看一下，应该大家知道西门。电西门。对，它有电西门，然后也有电动尾门。它的这个尾灯比较黑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比较黑的感觉。有，它后灯就放在这里。后灯还放着。你如果不喜欢小改款的外形，我们可以免费帮你换回来。这一台排气管我记得有改过，它有改过。这一台有改过，以前就是这一台有改过。M5 就是要开这种内装啊。对，它是冷热通风，有按摩按摩座椅，有抬头显示器跟 HK 音响。这台是5AT的。我跟你讲，这台厉害的是它要选那个真皮包覆的仪表板，这个选可以贵死。它的这些旋钮也是选陶瓷的。好，发动一下。那一台2018的，这一台也是2018，可是人家跑13000，可是新车多少钱？725。这选配到来，我记得差不多800。最终收购价320万。哎，这个真的很划算。现在你们去看各大的卖家，我们是全台最过功课，对，而且配备又好。好，再来选手，2021的440i，当初新车价好像要370万，还没有选配哦。它的头灯啊 ，BMW 他们现在最厉害就是雷射头灯，再来它的铝圈，标配铝圈，我是觉得它很漂亮，就是很具有运动线条。然后 M 卡钳，这也是改的，这也是改的哦。它不是一个壳上去而已，它是整个换掉，全车都是碳纤维套件，包含它的尾翼，还有后面的后保排气管旁边，电动尾门。看一下内装，哎，内装我先讲一个厉害的啦，真的很厉害。这个车主自己去包的 Alcantara 的皮，这个当初包好像10几跑不掉吧。他有一个很厉害的是，他去刷了一个，哎，我看到了那个阿皮娜的，对，他去刷了 Albina 的仪表板，他有一个外挂式的电脑，多了40几匹的马力，对，哎呦，很凶，没有，它是外挂，对，它是外挂式，它不是直接写电脑，所以它拔掉，你拔掉之后，它就是回原厂的设定。这一台呢，最终收购价是275.6，这一台2021的 M440 Coupe， 喜欢的找仔仔，我就是不信邪。TT 周哎，从哪里跌倒，从哪里站起来。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全公司多少玛莎拉蒂？哦，至少10台，谢谢。麻烦那个有在找玛莎拉蒂的，请私讯我们，拜托。超低价，超低价。哎，我的小豪，这一台是2017的快乐波特，可是这一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外表，全车这个水泥灰的包膜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全程在原厂保养，而且它。今年是没有再买延长保护了，可是它全程都是有买延长保护。看一下外观，它这个也是直瀑式的这个水箱护罩，它这个大灯也都没有说有什么迎风面的那种很多的十级的伤痕。然后它搭配是19寸的铝圈。玛莎拉蒂经典的就是基柱会有这个海神的这个 logo。而且它也是双层玻璃，哎呦，好，所以它隔音很好。这个空间有比汽油 S 高大，那它这空间好几个拳头，不能用拳头来讲，它跟我一个手臂一样。哦，两个手臂哦，对，哇，两个手臂宽呢，我可以再蹲一个，可以再蹲一个，要干嘛？怪怪的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哎，新车多少钱？新车568万，而且还有3个月的保护期。最终收购价是153万。来，五号选手，我们之前有收过，这台也是柴油的。但是这一台是长轴的，2021的 S350G 长轴版。它这个水箱，这个新款的我比较喜欢，因为它看起来没那么老气，没那么老气，就是比较科技感一点。
这个是没有 ANG， 像我们后面那一台 S500 是有 ANG， 它可以选的、啊。铝圈，这个就是他们标配的铝圈，然后它这是双色，它这个是隐藏式的手把，它有个 bug， 对，它有 bug， 你手握在那边，然后按解锁车门，锁定锁起来。你想害他？你想害我，对不对？不好用，不好用，不好用。填海，填海，填海。车尾就是新款的尾灯，它这个它就选冷热通风座、新的它控制就是也都是触控，新款的这个风雨式的方向盘，这一次的柏林之音真的升级了非常多，那个环绕的声音感觉有来，感觉差很多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小林坐一下，我们的后座，哇，哦，很贴呢，一样四驱恒温，它全景到这里，这里也有。它现在很安静，是柴油的，它没有那种轰轰轰。正常来说，像旧款的柴油，它那个声音就非常非常大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对对对对对，它现在启动也都还没有什么很大的噪。那这一台真的市面上长轴的350D 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。啊，它现在里程是20000。好，这一台呢，新车大概是515万。对，它现在已经懒得走下来，它直接在那边工作。啊，对，要睡了。最终收购价是382万。好，来六号选手。这个有点久了哦，这是比较不开心的部分。然后我们这一台日规的是日规短轴，这个是流星雨头灯 ，AMG 的铝圈，全景天窗，盲点 Key Go， 一样有23T。后轮转向，它有选一个双层的 LED 头灯，你刚才前面那个只有单层，它上下两层都可以做特效，而且这一台又有苔藓。它椅子的用料也是比较好的，它这个有选过的，这有选过的。车测完跑7000，我们现在要认真的试砍一刀，有必要拿这么大台出来促销吗？要了。当初我是开608，我记得刚回来开608，618含中文化，已经掉到588了，旧本。当初日规进来的成本是560万。旧本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把你的钱拿回来了。那个救命的救命。对啊，不然你演什么？不知道，听不懂啊。我太难了。568万。如果你再看3个月的话，可能就是要赔。喜欢的来找我们小林。这个是今天的那个首播促销价，全台湾最便宜的了。真的。新车快800万。好，下一台。我们的性能修旅 BMW 2019年 X340i 360匹马力，3000cc 的，刚刚好，税金不会太重，又有马力，枪色或是泰色的那个大鼻孔，包含了它的这个泰色下巴，泰色下巴后照镜，泰色后照镜，还有泰色轮圈，泰色轮圈，博宇你真的是泰色，好，今天那个来跟自己去分辨的，微 T Level 2的自动跟车，然后后面。哎、真的大，真的大哦。然后它也一样有那个脚踢的电动尾，它这个也可以倾倒的，也可以一键倾倒。其实X3的空间是真的蛮大，我觉得比GLC还要大，还要大，还要大。这一台最大的卖点，绝对就是它的声浪。光发动的那个声音，它那个顺畅度就很好。跑多少？6万。最终收购价是210万。喜欢的找阿刚，谢谢。再来是2020年的叉兔总代理，还在保护中哦。它有盲点侦测，然后也有摸门解锁，还有电动尾门。它这边还有一个 BMW 标志，就怕人家不知道你是开 BMW。号称最多 BMW logo 的车，多两颗。欸、很多这种小车都把电动椅拿掉了，对，哎呦，屏幕也很大，触控式屏幕，它方向盘有，好，29000，电板方向盘，电板方向盘，最终收购价119万，哎呦，对，新车188，哎，有折扣了，赶快，喜欢的找我们新美，这一台是我们19年的 Macan S， 它虽然说你外观可能看不出来它选的。2.0 就比较多会选的 ACC 啊什么的，像这种 3.0 的基本上就没有在跟车的，大家都是买来开的。像这个轮圈啊，它就是改，然后改21寸的，然后它卡钳跑黄色，跑黄色，它摸门是原厂选，它这一台选到好330万，然后它还改了跑技。而且它跑技它不是只改豆豆，它连中间的时钟也是改的，都改了。它还有这个有没有碳纤维的？它饰板它都已经改好，然后它还选了一个天窗，觉得有选天窗有差，这个高级感就不一样。你知道它那时候这样子，我们这一台
还要收多少钱？最终收购价是270啊。哎、欸，270耶！他那时候选好才330，他再改这些也才350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收270。再来，他的里程多少？他的里程四万。有这一组旅圈就加分很多。我喜欢的高峰世界达人。老欧阳。这个专业的，后续还要再改什么？一样。对，交给我，没问题。最后再工商一下，一样就是加入我们官方 LINE 小老鼠 HONGDA。对，提供车道、行照、里程。马上线上，马上报价。对。可以，价钱差不多，我们就会马上飞奔过去，拿出我们的诚意。好，今天就这到这里。真的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感谢各位粉丝，我们已经10万订阅。再迈向我们下一个里程碑，20万订阅不是梦。各位干哥、干爸、干姐、干哥、干弟，好，我们订阅起来，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鼓励。要买车要卖车一样，找我们宏达国际小老鼠 H O N G D A， 还有我们的 M B。我们每天晚上7点到8点半都会有直播，特价再特价。每天晚上3、5日更新，我更不知道。感谢大家，今天就这样，订阅起来，要记得订阅、按大家分享。拜拜。